好，刚才在第一段，作者讲了家长那些错误做法及其后果。那么从第二段呢，作者介绍了青春期孩子的特征以及家长应该如何来应对。咱们来看第二段，先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请看屏幕。这句话说 This allurement with the parents, however good and adequate they may be, both as parents and as individuals, is to some degree inevitable.这个白颜色的是句的主句，两个逗号之间是插入了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句的主句是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parents， 对于父母亲的失望的感觉。咱们生词组讲了 disillusionment 翻译成幻灭、大失所望，它呢后面的介词一般是跟 with 搭配，所以 with the parents 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失望感，对父母亲的幻灭感、失望感是某种程度来说必不可少，这是不可避免的。To some degree 固定搭配，在某种程度来说 degree 一般跟介词 to 搭配，中间的是个插入语，是个让步状语从句。无论有多么好，他们可能有多么好，多么的称职，无论是这个作为父母亲还是作为一个个人来说，父母亲多么优秀，作为一个个人他们在社会上多么成功，哪怕是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人，哎，那么对于父母亲的幻灭感，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孩子长大之后发现父母亲也就是一般人，这是语法成分的分析啊。这个 with 刚才说了，这是 disillusionment 后面固定搭配，对于什么什么的失望感觉啊。这个 good 是好的， adequate 本来表示足够多的，在这表示是称职的，就是表示有资格的、称职的啊。无论是作为家长还是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好、多么称职，幻灭感也是难以避免的，某种程度是不可避免的啊。这句话的主要表达的含义就是对父母亲的幻灭感不可避免，几乎一定会发生。句的主干结构就是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parents is to some degree inevitable， 这是句子的主干结构，也是句子的主句。而我们中间那个 however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呢，明显是次要内容。无论他们作为父母还是个体有多么的好、多么称职，但幻灭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however 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相对重要性要低得多，对父母亲的幻灭感、失望感一定会发生，这是五星级的重点信息。作者又用了什么方式呢？咱们以前多次分析过的，把核心内容中间一刀砍断，一半放句首，一半放句末，把最不重要的东西变成插入语，藏到句子中间了。李老师多次说过，在一个句子里面最重要的位置是什么？是句首和句末。所以主干切成两段，一段句首，一段句末，次要的放在句中，这是突出了句子重点。后面相邻句子还会看到类似这个特征。另外看看主句中最后这个 inevitable， 表示不可避免的、必然发生的，就 impossible to avoid， 不可避免的，这是表示某事一定会发生。这个词比较文言，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inevitable， inevitable， 不可避免的、必然发生的。那比如说，这是 John F. Kennedy 小肯尼迪说过的一句话，他说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will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 这是押韵的句子。那些什么人呢？加定语从句，使得和平革命不可能的人，怎么样？将会使得暴力革命不可避免。Impossible, inevitable, 这是押韵的，都是able 去结束。这个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叫 inevitable。在口语中呢，有的时候表示某事不能避免，一定会发生，有的时候用的通俗一些，用 something can be helped， 用它也可以表达类似含义。这个 help 在这儿不是帮助，而是避免啊，是避免。比如说禁不住做某事， can't help doing something， 就做某事避免不了了，几乎一定会发生了。 something can be helped， 不能避免，一定会发生，用这搭配也不错。咱们听一道听力真题。 Number 8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大家可能有印象，这个听力真题咱们听过，在讲其他的搭配时说过，咱们再听一遍，看看应该选哪一个。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应该选哪一个？正确答案是 D 选项。
She doesn't want the man to replace the platter. 她不想让男的来换买新碟子来换这个打碎的碟子。Platter 成凉菜的比较浅的碟子。咱们以前讲 more than 加形容词的时候听过这个听力，对吧？看看原文再复习一遍。Number 8.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d to break that platter. I'd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you a new one. Forget about it. Some things just can't be helped. What does the woman mean? 这个男的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您的碟子给碎了。Managed to do 表示做到了某事，某事已经发生了。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buy a new one. 我非常高兴给您买一个新的。More than 就是形容词，翻译成 very very 或 extremely。极其非常特别特别，对吧？第二个女的很客气， forget about it， 固定搭配，算了吧算了吧。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ped， 某些事情是不能避免的，碟子早晚得碎，对吧？你不碎我也得碎啊，对不对？我正没借口买新的，算了算了吧，就甭想这事了。 Something just can't be helped， 一定会发生。什么意思呢？她不愿意让这男的买新碟子来换这个被打碎的碟子。 Just can't be helped， can't be helped 也是不可避免的。好，就是对父母亲失望感觉几乎一定会发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在下一句给了解释，为什么？看下一句，第二句给了原因了。看屏幕。Most children have such a high ideal of their parents, unless the parents themselves have been unsatisfactory, that it can hardly hope to stand up to a realistic evaluation. 大多数的孩子们对父母亲有如此高的期望。有对某人有很高期望，这固定搭配叫 have a high ideal of somebody， 固定搭配，这 ideal 才是当名词，期望中的状态啊。然后两个逗号之间还可以看作一个插入语，在这是个条件状语从句，除非啊，除非这个父母亲呢本身不那么令人满意，就父母亲比较差劲啊。那么如此高的期望以至于怎么样呢？ such 是跟后面的 that 搭配的，如此以至于，以至于他这个 it 当然指前面 ideal 了，很高的期望值嘛，这个期望值几乎不能指望他经得住现实的评估。Hope to do 就希望能够怎么样 ？Stand up to 经受得住的意思。现实的评估，到了生活中一看，对父母亲期望值远远不是这么回事啊。父母亲看似小的时候觉得那么崇拜，哎，一般人嘛。就比方说，为什么对父母亲一定会有幻灭的感觉啊？这个句子里面也是重要的信息是，孩子对父母亲希望值太高，以至于这期望值很难经得住现实的评估。中间这个除非父母亲本身特别差劲儿，这是顺便说一句，又是把次要内容藏到句中了，还是把主干放在句首句末，跟上一句话结构完全一样，突出句子重点了。但这里面这个结构希望大家背下来，对某人有很高的期望值 ，have a high ideal of somebody，ideal 就理想中的状态。对某人期望值很高，这一般多是指什么长辈对这个晚辈对长辈啊，下级对上级啊，期望值太高，什么人民对祖国呀，一般下对上的用 ideal 更好一些，本文中用的恰如其分。子女对父母亲期望值太高，那么比如说 try to have a high ideal of ourselves, don't have such a high ideal of others, 我们努力要对自己要求期望值高一些，不要对他人期望过高。这对某人有很高的期望值，可以用这搭配。而且 ideal 一般都是用 high 来修饰， ideal 一般是好的，它是个褒义词。那么期望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用 expectations， 但这个词习惯用复数，这个时候呢它是中性词了，所以用 high 用 low 都可以，但后面介词不变还是用 of。 对某人某物有很高的期望，本文中不好替换不好，因为的 ideal 呢一般指这个对什么长辈啊，对祖国呀，或最多说对平辈人有期望值，但是 expectation 这个词一般多指长辈对晚辈啊，望子成龙啊，或者这个技术人员对自己开发出产品呢，有点向下的这个感觉。而且 expectation 这个习惯用复数，而且中性词好坏都行。本文中用这词不是特别好，用的场合不好。我们看一些例子。Most parent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大多数的父母亲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用在这个场合恰如其分。这是对某人有很高的这个期望值，可以再怎么来说。本文中用的是 ideal， 用的正确，介词用 of 也正确。除非父母亲本身不那么令人满意，就父母亲家庭实在太差劲了，对吧？这家庭环境不好，孩子还没出生呢，
爷爷跳河了，奶奶上吊了，爸爸被枪毙了，妈妈出去坐台了，对吧？这么一个倒霉家庭，那这当然孩子很难有父母亲的很高的期望。但一般的家庭，孩子对父母亲期望值都很高，从小父母高高大大的，都是依赖于父母亲保护自己嘛，觉得父母亲像神一样的。那么后面 that it can hardly hope to stand up to a realistic evaluation， 咱们说了，这那从句是跟前面那个such 固定搭配，如此以至于，以至于 it 表示 high ideal 很高的期望值，很几乎不能指望他 hope to do 希望指望了能够经得住现实的评估。 stand up to 固定搭配可以背下来。 stand up to something 相当于 withstand something， 就经得住、经受住、经得起。这后面一般是跟事情搭配，表示这个意思啊。比如说 China has stood up t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中国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个考验站直了没趴下啊。 I'm afraid that children today can hardly stand up to hardship， 我担心呢现在的孩子经不几乎经不住艰难困苦。 stand up to 经得住经受起啊，但如果后面加人呢， stand up to somebody 就不是经得住某人了，而是反抗、对抗，类似于 resist， 反抗、对抗某人。比如说 The boy dares not stand up to bullies， 这男孩胆小，不敢去反抗欺负他的那些大孩子。 Bully， B-U-L-L-Y， 复数去掉 Y 变成 I-E-S， 生词中讲过了，欺负小孩子的高年级的学生，尤其用 school bullies， 对吧？咱们说过了，这是反抗某人。这个加 up to， 动词加 up to 搭配很多，咱们总结几个常见常考的。比如说 live up to， come up to， 后面一般跟事情表示符合或者达到。 the restaurant surely lives up to its reputation， 这个饭馆确实符合它的名声，饭菜确实难吃，当然好吃也用它，因为 reputation 这个词是中性词，好名声坏名声都可以用它，好吃或者难吃确实名副其实，达到了它的名声，这是符合或者达到。那么有时候也可以用 live up to 或 come up to one's expectations， 达到了某人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刚才用 expectation 这个词习惯复数咱们见过了，也是符合或者达到。比方说 the concert was brilliant， it lived or came up to all our expectations， 这音乐会棒极了，它达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期望，我们对它期望完全达到了。 live up toCome up to， 那一般我就是 came up to 了，这个符合或者达到。跟它类似的还有好多，咱们可能最熟悉的是 look up to， 这跟 somebody 是尊敬某人，这个没话说。鄙视是 look down on 或 look down upon 的鄙视。还有 add up to， 咱们在病人和医生中讲过，是总计为是，一共是多少。The numbers add up to 100， 这数字总计为加在一块是100。还有 face up to， 去面对某个棘手的问题。Face up to 就类似于动词 face 或者 confront something， 什么意思呢？面对某个，特别是某个难题啊、困境 ，face up to 就类似于动词 face。你比如说 ，China has faced up to the aging problem， 中国必须要面对老龄化问题。老龄化问题到了37课就会碰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本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咱们看就是34课最后一句话也出现 face up to。It is always wiser and safer to face up to reality。面对现实总是更明智更稳妥的，无论面对现实之时会有这个多么的痛苦。 face up to 是面对某一个不好去处理的问题。还有时候用 wake up to， 你看好多动词跟 up to 什么意思呢？开始意识到什么什么，好记 wake 不是醒来了吗？醒来看到这东西了，开始意识到。 they need to wake up to the impending threat， 他们需要开始意识到这个渐渐迫近的威胁。 impending 表示某事，倒霉的事，可怕的事，快要发生了，渐渐迫近了。Impending 相当于 imminent， 咱们的22课知识和进步生词中就说过。你看，那么后面知识跟前面知识相勾连起来了。这几个动词加 up to， stand up to 经得住某事或者对这个反对某人啊。那么这个 live up to， come up to 符合或达到。那么 look up to 尊敬， add up to 总计为是， face up to 面对面临。Wake up to 开始意识到。好，整个这句子刚才说了，句子是主句结构，它主干结构是大多数孩子有如此高的对父母亲的期望，以至于这个期望值 it 值 ideal 了，很难指望他经得起现实的评估。而中间那个
除非父母亲本人确实不那么太令人满意，这是个次要内容。所以又是把主干破开，从这逗号这个去隔开，像包包子一样把这馅儿藏到里边去了，而外面一头一尾还是最重要信息，顺便附带说了一句，这跟上一句话结构是完全一样的。重点信息还是表示这大多数孩子都对父母亲期望值太高，经到现实的评估都会幻灭，还是这个意思。下面我们来看第三句话，看父母亲应该如何来应对。 Parents would be greatly surprised and deeply touched if they realize how much the belief their children usually have in their character and infallibility and how much this faith means to a child. 父母亲将会非常惊讶并且深深被触动。这个 would 在这可以看到虚拟句，父母亲呢事实上没有这么做，与事实相反了。If they realize, 如果他们能意识到，那他们其实没有意识到嘛，这是与事实相反了。那么与现在事实相反， if 从句一般过去式，主句中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加动词原形，这标准虚拟句了。如果他们意识到什么呢？ if 引导条件状语从句，里面 realize 后面 how 引导到这个到这里，然后 and 引导第二个 how, 这个 how much 还有 how much 两个并列的宾语从句都做 realize 宾语。第一是意识到这个他们的孩子们是多么的信任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不会犯错。How much belief their children usually have in, 这当然来自 have belief in, 信任，咱们在28课病人和医生讲过。并且呢这种信任对孩子来说多么重要。Mean, 我们以前讲过不一定是意味着，可以表示重要。It means a lot to me, 相当于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 那么这个时候父母亲一定会大为惊讶并且深深感动的。Touch, 触动嘛，感动。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第一个 realize 宾语， How much belief their children usually have in their character and infallibility， 这明显来自于28课讲过的信任， Have faith in, have belief in, have confidence in， 都是表示信任。这里用的是这个名词 belief。 看后半句， And how much this faith means， 这个 faith 就是上一行的 belief， 这是同义词替换了，因为Believe 和 faith 都是信任的意思，同义词替换的。那对孩子来说多么重要的话，注意 How much this faith means to a child， 不要翻译成对孩子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多少，而是多么的重要。咱们在以前讲过 mean 可以表示重要，就是相当于 be important。 还记不记得这样的句子， It means a lot to me， 对我来说很重要哦，不是意味着很多。同样也可以说 It matters to me， 对我来说重要哦，还可以说，大家还记得吗？It weighs heavily with me， 对我很重哦，沉甸甸也是重要，甚至有很大改变哦， It makes a lot of difference to me， 都是表示很重要。那么本文中选的是 mean 这个词，用 how much this face means to a child。 如果换成刚才的这个搭配，这个宾语从句该怎么改呢？如果用 matters to somebody 该怎么说？那直接变呗，是不是可以说 how much this face matters to a child， 对吧？用刚才那个weigh 该怎么说呢？How much this faith weighs with a child， 把后面介词变下就行了。用那个 difference 这个名词呢，是不是可以用 How much difference this faith makes to a child， 把那意思一样，都是表示这个信任，这种信任对父母亲的信任对孩子们来说多么重要的话，家长们一定会大为惊讶并且深深被触动的。可惜他们没有这样，与事实相反，用了虚拟句。好，咱们再接下来看第四句，他进一步对父母亲提建议了，说父母亲应该怎么去做呢？父母亲该怎么去应对呢？ If parents were prepared for this adolescent reaction and realized that it was a sign that the child was growing up and developing valuable powers of observation and independent judgment, they would not be so hurt and therefore would not drive the child into a position by resenting and resisting it. 句子又比较长，这个前面 if 从句整个黄颜色的是条件状语从句了。如果父母亲对这种青春期孩子的反应做好准备， be prepared for 固定搭配，那么 adolescent 在这儿当形容词来用，青春期的，我们说了这个词既是形容词又是名词，青春期孩子在这是形容词。And 那是依然是在 if 从句内部嘛，说明这个 realized 是跟前面的 were prepared 并列的，并且意识到了。那么这斜体字 that 开始到这个 independent 是结束，这是嵌套在 if 从句内部的一个宾语从句，对吧？意味着什么呢？ That it was a sign， 这个 it
就是指前面的 adolescent reaction 嘛，青春期孩子反应嘛。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这个迹象，什么迹象？画横线的部分又是嵌套在宾语从句内部的一个同位语从句，做前面这个 sign 的同位语。什么迹象呢？孩子正在长大，并且正在发展出宝贵的这个观察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这个 power 术语不是权力，是能力，相当于 ability 能力。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他们就不会如此之受伤了。 and 主句中第二个并列的 therefore would not， 他主语还是 they 了，他们父母亲就不会通过这个怨恨和抵制，这个他还是指的青春期孩子的反应，怨恨和抵制这种反应而迫使孩子与自己对立。 drive somebody into 加名词是迫使某人如何如何，固定搭配，咱们一会儿会说。这整个的句子，复杂句子的这个分析里面一些表达咱们可以借鉴。比如首先这个为什么什么做好准备，叫 be prepared for something， 为什么做好准备，注意介词加 for。 有的时候前面可以加副词限定，你像 be fully 或者 sufficiently prepared for， 叫为什么什么东西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说 we are fully or we are sufficiently prepared for the storm， 我们对于这个暴风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有的时候呢，我们叫 mentally prepared， 就做好了精神准备或者心理准备，对吧？这个都可以叫 mentally prepared for。你像 we have to be mentally prepared for any eventuality， eventuality 表示 possible result， 可能的结果。我们必须对任何可能出现结果做好心理准备，做好精神准备都行。本文中也可以这么说嘛，如果父母亲对这种青春期孩子反应做好心理准备的话，做好精神准备的话，是这么一个。这还是属于固定搭配，注意 be prepared for 翻译成为某个东西做好准备。但是注意一个变细啊， prepared 如果加动词不定式，意思往往就不一样了，叫做 be prepared to do something。 这个结构咱们回忆在第三课讲过，在第三册讲过，不翻译成，一般来说不翻译成准备好去做，而翻译成愿意乐意做某事。 be prepared to do something， 乐意愿意，是这个时候相当于 be ready to do 或者 be willing to do。 The girl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这个女孩子总是乐于助人，乐意愿意啊。这个时候注意搭配，你看回顾三册第41课，三册41课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出现过这么一个片段。 Why people are prepared to tolerate a 4-hour journey each day for the dubious privilege of living in a country is beyond me。 为什么人们愿意每天忍受4小时的路程，就是为了这种能够住在农村这种所谓的很可疑的这个好处，我简直无法理解。 be prepared to do 不是准备好去做，而是乐意或者愿意。三册就讲过这个搭配。再看我们一个托福听力题，一个老托福的听力题，一个段子啊，我们看看这是怎么说的，我们先听一遍。Political science class ran overtime. That's been happening quite a bit lately, hasn't it? I guess so. Actually, what happens is that a bunch of us hang around for a while after class to talk with our professor and ask him questions. Who is this 20th century Socrates? Professor Hall. Have you heard of him? He does have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nd a well-deserved one. The same students who fall asleep in discussion groups and seminars fight for front row seats in his lectures. Oh, no, I hope this isn't catching. Well, you can joke, but it's great to have a professor who's not only interesting, but prepared to give up time for students. I know. They're a rare breed. Maybe I should sit in on his class sometime. Do you think he'd care? Not at all. Lots of students bring their friends, and he says he feels flattered. 好，这是我们大概是这么一个听懂的大意啊。我们看看究竟是怎么说的，我们看看原文怎么说啊。这两个人对话，这个白颜色的咱们表示这女孩子说的，黄颜色的是男孩子说的，一男一女对话。这女的说 Political science class ran over time， 就是我们政治科学，就政治学的课程今天又拖堂了， ran over time 就超出了预定时间啊。第二个男的说 That's been happening quite a bit lately, hasn't it？这个事最近可经常发生啊， quite a bit 都是相当多了，是不是这样呢？第二你说 I guess so， 我想确实是这样的。 Actually what happens is that a bunch of us hang around for a while after class to talk with a professor and ask him questions。 这其实啊，
这个发生的事情 what happened 是主语从句了，是什么呢？是我们有一些人呢 a bunch of somebody 表示一群人，哎，这 a bunch 本来一嘟噜一串，指葡萄指香蕉一把一嘟噜一串，指人的就一群人了。我们一群人 hang around 是逗留，在某个地方没有离开，逗留就是在下课之后呢还逗留一会儿，干嘛呢？跟我们的教授来谈话并且问他问题，也是这么一个，所以呢课程看似长了一些。哎，这男的很感兴趣， Who is this 20th century Socrates? 这个20世纪的苏格拉底是谁呀？他用了这暗喻的把老师比喻成苏格拉底了，因为苏格拉底用问答式教学法嘛，让学生自己明白这个道理是怎么样，问答式经常跟学生来交流提问。这20世纪苏格拉底是谁呀？这女的说 Professor Howell 是豪教授。那Have you heard of him? 你听说过他吗？第二个男的说 He does have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他确实在政治学系啊，确实有个好名声 ，have a good reputation. 这么说啊，那么女的说 ，and a well-deserved one， 并且是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为什么呢？他有证据。The same students who fall asleep in discussion groups and seminars fight for front row seats in his lectures. 那么同样，这个学生就是在研讨这个讨论组啊和研讨会上会睡着的学生。Discussion group 就讨论组 ，seminar 就研讨会了。那么在他做讲座、他上课时呢，争抢前排的座位 ，front row seat 就前排座位了，对，争抢前排座位。这男的说 ：“Oh no, I hope this isn't catching。”哎呦，别介，我希望这个事儿可别传染。Catching 表示传染的、有感染力的，对吧 ？I hope your cold isn't catching。我希望你的这个感冒不传染。就大家可别都抢座啊，那我们上课都抢座可麻烦了。但这女的说，哎呀，你真会开玩笑 ,you can joke, 你真会开玩笑。But it's great to have a professor who is not only interesting, but prepared to give up time to students. 但是呢我们有这样一个教授真是太好了。什么教授呢？他不但呢很有趣，而且愿意为学生牺牲自己的时间。你看这 who is, 有个 be 动词 ,prepared to do, 不是准备好的，是乐意愿意。牺牲时间，为学生牺牲时间。第二个男的说 I know, 是我知道啊 They're a rare breed, 这种人很少有啊。Breed 本来表示品种，尤其动物啊猫狗的种，种是哪个种的狗，指人的话就是这个是种类嘛，比较俚语化了。那这种人很少见。Maybe I should sit in on his class sometime. 哎，你看是不是哪次我应该听听他的课呀？ Sitting on 表示旁听的意思。哪天听他的课Do you think he'd care? 你认为他会介意吗？我们这个别的班同学听课他会介意吗？ Not at all, 根本不会啊。There's friends, and he says she feels flattered. 很多学生带着朋友一块来听课吧。他说呢，哎，他觉得，哎，这是，哎，觉得受到了恭维。Flatter 表示给某人拍马屁，恭维某人，这不是看得起我吗？听我的课人多，我高兴啊。他不会介意这个意思啊。好了，这个 be prepared to do 是乐意愿意做模式。咱们的片段再听一遍，看着原文再听一遍，看能不能听得声声入耳，丝丝入扣，每个细节都听清楚。好，开始。Political science class ran overtime. That's been happening quite a bit lately, hasn't it? I guess so. Actually, what happens is that a bunch of us hang around for a while after class to talk with our professor and ask him questions. Who is this 20th century Socrates? Professor Hall. Had he heard of him? He does have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nd a well-deserved one. The same students who fall asleep in discussion groups and seminars fight for front row seats in his lectures. Oh, no, I hope this isn't catching. Well, you can joke, but it's great to have a professor who's not only interesting, but prepared to give up time for students. I know. They're a rare breed. Maybe I should sit in on his class sometime. Do you think he'd care? Not at all. Lots of students bring their friends, and he says he feels flattered.好，这是看到 be prepared to do 一般翻译成乐意做某事，而 be prepared for 呢是为什么东西做好准备。好，再回到这个句中，如果这个父母亲能够为这种青春期孩子的反应做好了准备，并且怎么样 and realize 意识到 it was a sign， 这是一个迹象，这是一个信号，后面加同位从句什么呢？ the child was growing up， 孩子正在慢慢长大。And developing, 并且正在发展出 valuable powers of observation and independent judgment, 并且正在慢慢发展出宝贵的观察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好，我们看到这 powers 里表示人的能力。
Power 这个时候用单数用复数都行，都表示 ability， 用单数复数区别不太大，人的能力都可以表示能力。比如说 powers of observation， 观察力， powers of concentration， 专注力，专注一个事的这个能力， powers of judgment， 判断力等等等等。再比如说看一个单数的例子， After the accident he lost the power of speech， 在这个事故之后他丧失了语言能力。这个 power 不是电也不是权力，而是人的能力。就是你要明白，孩子反抗你是好事情，说明孩子是长大并且在发展出这个观察力和独立判断独立思考这个能力。那么父母亲怎么样呢？他们就不会如此很受伤了。 They would not be so hurt， 并且怎么样， And therefore would not drive the child into a position， 不会迫使孩子跟自己作对了。这个 drive 很漂亮的词，驱使迫使，不原来是驱赶的意思吗？迫使，如果迫使某人去做，那么 drive somebody 后面可以加动词不定式，这是可以的，这是常见搭配之一。比如说 It was his violent behavior that drove her to leave home， 这强调句了，正是由于他暴力的行为才迫使这个女人离开了家，可能打老婆把老婆打跑了，迫使驱使某人做某事。那么如果后面加介词呢，也可以加介词 to 或者 into 都行，这迫使某人这个达到这么一个状态或做这个事情，后面 to 或 into 后面加名词结构。比如说看例子， The recession and hospital bills drove them into bankruptcy。 Bankruptcy 表示破产，是名词了，对，经济上的衰退和这个医院的账单就医疗费了，迫使他们破产了。谁愿意破产呢？没办法， drive 加 into 后面加 to 也行。本文重要的是 drive the child into opposition， 迫使孩子与自己对立，与自己对抗，就是你逼的孩子让他们这么去做。句末出现了方式状语，通过什么方式迫使孩子这么做呢？ By resenting and resisting it。 resent 是怨恨， resist 是抵制，通过怨恨和抵制它指什么呢？就是 adolescent reaction， 青春期孩子的反应。好，作者在上面讲了家长要面对青春期孩子的反应，并且要做好准备，这样就不会把孩子推到自己对立面了。那么如何与孩子们进一步的搞好关系呢？作者在下一段就介绍了青春期的孩子尊重什么样的家长。我们在下面更精彩的第三段介绍了这个内容。